21世纪的全民国防理念，随着科技、社会、文化、全球化、资讯化以及军事武器发展与运用，在思考的层次上已跟过去大不相同。加上现代化战争形态与作战思维的改变，影响国家安全的模式也就相当多元。因此，对于国防事务的发展、经营与实践，对于全民参与的角色、社会心理、军事力量、国家资源与军事对决等等，都应该包含在全民国防事务探讨的范畴。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全民国防概论。那么听了刚才尹炎所说明全民国防的时代，在21世纪里面，它是一件比较特殊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全民大家一同来了解。那么今天我们这门课程的主题是绪论篇，我们是要就探讨跟实践全民国防的理论结构来做一些讨论。我们邀请到两位国内非常有名的学者，那么第一位是现在在国立政治大学外交所的所长李所长，所长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第二位是原来在国防大学任教，目前他仍然是大西洋理事会国际非常有名的智库的资深研究员，他是周博士。周博士你好。是的，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同学一起的来探讨全民国防这个大架构以及它必须要让我们能够了解的一些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在全民国防这门课程啊，我们要从它的绪论，那么所谓绪论当然就是对综合性全民国防它的一些理论我们来做一些探讨。那么基本上啊，对全民国防，我们为什么要邀请到像外交所所长李老师，还有具有国际战略研究素养的周博士？当然我们也就可以来凸显出全民国防它基本上所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么其实在古人，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啊，司马法它里面就说到，所谓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但是妄战必危。所以一个国家再大再强盛，你是不能好战的。但是一个国家虽然社会很安定，但是你是不能妄战。所以好战跟妄战这样的一个分野，事实上是要我们的政府到全国社会老百姓，大家对于所谓的国防事务啊，都要有所认知。所以我们在思考全民国防事务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想说怎么样能够兼顾到所有综合性面向的安全，同时要用综合的国力啊来思考我们国防的一个力量，不管是在教育方面或者实践方面呢，能够很均衡的包含所有综合性啊要考量的一些事务。所以周博士，您可不可以就这一方面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是的，我想我们在，因为今天您的这个问题啊，是谈到说是走一个宽广的一个范畴。那我在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它的范畴它的确是非常的广泛的，但是除了这个范畴之外呢，这里面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说，在推动这个范畴的时候呢，它的整个的步骤还是要注意。因此呢，我认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兼具范畴跟步骤，一步一步的再跟您做个分享。我个人认为，就先前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或者先前的国防法，事实上呢，法源的基础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在这样的一个核心之下呢，我们可以再往外面扩散到说，我们必须要有政府的机制来加以落实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但是就这个部分在兼顾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比较容易做到？
理念跟这个实践呢，确实是要整合。但是刚才周博士讲得很对啊，就是这里面应该包括政府跟民间的这个工作啊。那么政府当然应该从教育的部门能够那么确实的落实啊，履行啊，那么去年所推动的、所通过的这个全民国防教育法。并且呢，在各级学校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传播媒体呢，都能够就是说共同来努力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教育。哇，讲的真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我们在理论跟实践上，事实上要整合、要兼顾。